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尤定，欢迎收看《创爱世界》。今天我要来开箱神奇宝贝的玩具。这个神奇宝贝的玩具是麦当劳最新推出的玩具，它每个星期会推出两款，总共会推出八款玩具，也就是四个星期。这个星期是推出杰利龟跟火炙鸡。今天我一大清早就跑去麦当劳排队买这两个玩具，想不到没有这样多人排队，我排不到五分钟就买到了。可是这个玩具还很多人不知道，还没有这样火红。我当初买这个玩具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普通的摆设玩具吧，想不到它是有一些功能的嘞，像是这个杰利龟它是可以喷水的，而这个火炙鸡呢它就是可以摇摆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开箱试玩给大家看看。超可爱的杰利龟，这个就是火炙鸡啦，也是蛮可爱的。现在我们就来试玩杰利龟跟火炙鸡。哇，这个杰利龟近看真的是很可爱，有看到吗？哇，真的很可爱，不愧是我最喜欢的神奇宝贝，超可爱的。我们现在就来试玩哦。其实它很简单，它就是按下这个，我装在水桶就可以进水了。我现在来喷水，它其实只要按下就可以喷水了。你们看啊，看到吗？啊，它这样就可以喷水了。看到？哦，哇，很强啊，杰利龟。哇，其实它装的水其实很少吧，它就是只可以喷几次吧。啊，不过还算蛮好玩的玩具啊，不错的玩具。火炙鸡的功能好像比较少哎，它就是左右摇摆，它就是左右摇摆了。你看啊，还是有其他玩法我不知道啊。啊，我研究起来它的玩法其实就是让它左右摇摆个不停吧。啊，你看，好像不倒翁这样啊，那左右摇摆吧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。